就世间人来讲，这个正法念处经变成一个因果经，哦，这个造业我不要造哦，啊，他没有想到如何利益众生。但是真正的大乘，我们是知道对方的业报，我们念念都是大悲心，然后就马上让他离开痛苦。所以今天可能要用这样子的方法，大家来做蒙山超度啊，啊，看到任何一个轨道的这种苦，那我们升起了一个自己一个出离心，哎呀，我更不要起这个不好的嫉妒贪欲呢，去做这个恶业，然后呢，我要发一个善愿，用这样子的一个轨道，能够离苦，而招请他，而打破他在啊被困禁在这种地底下的苦，然后又施甘露水给他，我布施药供给他，就每一种众生，你对他招请观想啊，那这样呢更圆满，甚至呢。当然很多人会质疑说，那就用七颗米念一念，当然也可以，那为什么要烧？那各位如果看正法念处经就知道，哦，原来大部分的鬼道他们的食物都在这种烧啊烟 啊这里面而得到了啊，那甘露水也非常的重要啊，对他们有很大的离苦的作用，让他们离苦了进一步超度他们，为他们念阿弥陀佛观想极乐世界。